此时此地感染的绝望。咒语浇熄微弱生机，撕裂伤口落印痕迹的灼烫。失血闭目清寂，只想遥远前方，谁眼神带苍黄。我叫白小飞，我的身边发生了无法想象的灾难，我要活下去，并且救出更多的人。小薇，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。只能靠左手了，但愿这样能够阻止感染。不知道烤掉自己一只手算不算一项吉尼斯纪录啊？好疼，但是好像没有之前那种单疼拘谨的感觉了。不管了，得先去救小鹿和小猴。
就是什么情况？是地震吗？是从那里面传来的。有人。小鹿，妖怪没有追来，我们暂时安全。可是哥哥你好臭啊。忍耐一下吧。这是小猴小鹿。哇，牛奶哥哥，小霞姐姐，你们没事吧？我们没事。太好了，小猴你怎么光着？说来话长。好臭。其他人呢？表哥不见了，胖哥也受伤了，医院里很危险。我们也差点。好臭啊，好臭啊。我们赶快离开这儿。救命啊，中毒了，死人了。我靠，口吐白沫了，哗啦啦了，这下死定了。什么东西？谁折的我？我靠！这是阎王来拉我吧？你大爷的！原来我死后是要下地狱啊！无情大师，这次真是太感谢了。他说，如果不是大师出手，我们就被灭团了。那个小女也多亏了大师你才得以保全性命。谢谢大师。大师真的要离开吗？是的，这次师父受伤太重，导致旧伤复发，必须要回去静养了。旧伤？师父十年前被血莲教主击伤脑袋，得了老年痴呆症。医生说这伤恐怕是无法痊愈了。这次是我们低估了感染源的实力，才导致这样的结果。接下来我会回京重新制定下一步计划。司令，这次的妖魔已经被师父击成重伤，相信一时半会儿也不会那么快恢复，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。我们能做的就只有这么多。想不到这次伤得这么重，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。大人，我们现在去往何处？发电厂。Oh, yeah.
黑暗边缘悄然此生肆意感染的绝望，咒语教习微弱瞬即撕裂伤口落影痕迹的戳烫，嗜血迷不清晰只想遥远前方，谁眼神太仓皇来不及脱胎，高血无勇气掏心脏刀数度秒时就数世界要害